我们再看 TPO 34啊，这是最后一个了。我们来看 Educating children is a more difficult task today than it was in the past because they spend so much time on cell phone, online games, and social networking website. 哎，这是一个关于教育孩子的问题。他说教育孩子是一个特别啊更困难的事情了，现在是一个更困难的事情了。看到对比是吧 then 对吧，跟过去比是一个更困难的事情。因为什么呢？有一个原因，他们现在呢花了更多的时间在这个 cell phone， 在手机，在这个线上游戏，还有在这个社交网络网站上。因为他们现在花更多时间在这些高科技的这种玩意儿上哈，所以说他们现在等于是父母教他们就更难了。哎，我们可以看到这段话里涉及了两个对象，一个是父母，一个是孩子，对吧？这两个对象是不是可以切入？第二点，我们还可以看到对比，对吧？对比和原因，这个原因这个地方是否能导致这个结果也可以切入。对比的话就是他现在 more difficult to educate children， 是否 more difficult to educate children， 这个方面我们也可以切入。那么由此呢，我们来想一想，如果我们同意，可以从哪个点来说？如果从同意来说，我们可以说这个外界干扰多，难以掌控。哎，对，你看现在这个为什么说家长特别的难管孩子，现在这个外界干扰太多，尤其是孩子现在越来越爱玩这个 online games， 对吧？social network 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干扰，你每天环绕着这个 cell phone 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个外界干扰特别多。如果想管着孩子好好学习，不可能。像以前的话，如果科技不发达，我小时候没有这个 iPhone 的时候，其实我学习比现在认真多了。我现在动不动老看手机，我妈也管不了我，没办法，现在手机就这样，对吧？他再给我找板砖找不着了。所以说现在外界干扰多， more temptation outside the world， 对吧？ more temptation for the children， so it's more hard to control the temptation for it's much harder for their parents to control this temptation for their children。 对，那么而且现在小孩呢思想也不如以前单纯了，因为说通过这些媒介呢汲取了太多的信息，代沟比较大。对，这也是一个问题。比如说我其实小时候在我这个年纪，我是90后吧，但是其实在我小时候的话，我觉得小孩还是比较好管的，因为我们其实接触的东西并没那么多，所以比较容易就是跟他说一些事儿，跟他道理比较讲得通。现在呢那个孩子这个思想都比较成熟了，因为现在我们经常的 exposed to the social networkings， to the online things， 对吧？经常用那些东西，所以我们经常被暴露在一些非常的这个大的这个信息量下，我们汲取了太多的信息，所以我们和父母的代沟是越来越大。父母说的很多话我们
就是他跟不上我们的思路，我们也不可能去听他们讲的那些事儿。所以说这个我们说这个 generation gap, bigger the generation gap, the harder the communication, 对吧？代沟越大，我们之间的沟通就越有障碍。所以是基于这个情况，我们会出现这个问题。然后呢 smartphone, iPad 之类的更新也给家长带来很多经济压力，这个是一个，这个我不用解释，我觉得大家都能懂。那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牵强的观点，这也是我想的，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有更好的观点，可以在群里这个再去分享一下，是吧？那么我觉得其实这两点的话其实是蛮有的可写的，有很多例子可以举。那我们来看，如果我不同意的话会有哪些观点。如果我不同意的话是这样的哈，在学习方面，学生能够通过高科技学习到更多的信息，这没错，就是说在学习上其实家长也更容易掌控学生了。因为以前的话就是说这个管这个小孩的话，学习资料也比较有限，我就是管小孩，想要小孩学习好的时候那个资料也有限，有很多东西你真的没有办法就让他自主学习什么的。但是现在就容易了，你现在有 smartphone, 有 cellphone, 有这个 website 运用的很好，他经常跟这些东西相接触，他其实脑子是很聪明，越来越聪明，他玩这些东西玩很转，接受很多很好的信息，所以说他自己学习上也更自主，所以家长更少操心。我知道我身边很多同学的话，其实他们更合理的运用这些线上教育资源，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电视这些万门大学同学们，你们的家长是不是就不用再辅导你们学习了，对不对？你们因为有万门大学了，是不是你们可以在这儿就是看一些你们想看的这个辅导课，对吧？想看的这个 language course 啊， GRE, TOEFL writing 啊，是吧？看这些东西。那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你可以家长是花费了更少的这个教育成本，然后也是那个更容易的让孩子那个更容易让孩子去自主学习了，对吧？新应用哈，哎，注意孩子家长孩子沟通，保护孩子安全，关注孩子出行，哎，这个其实挺好理解的，是不是？现在我说这个定位哈，我这个你个比如说中学生啊，小学生，你给他个 iPhone, 你想让他出去，家长更好去监测他的行踪了。有的时候孩子走丢了不好找啊，像以前的孩子丢了真丢了哈，如果警察找不着那真找不着。现在的话你要有一个这个智能手机开个定位，噔噔噔，这孩子你还真能知道他在哪儿。虽然说这个行为我不是说很这个很支持吧，我觉得有一些跟踪那个影响孩子隐私的嫌疑，是吧？但是从某种层面上说，他也是保护了孩子的安全，对吧？尤其是晚上的时候。然后还有呢，就是有助于家长和孩子的沟通。现在有微信，对吧？比如我们出国留学的，我们最知道的这个经常有时候微信跟家长聊一聊，比如说当心情很郁闷的时候，像以前如果科技没那么发达，孩子不太用手机，不太用那些网络的话，那真的是你离得很远的，家长光写个信记好久，对吧？孩子碰上问题没有办法及时和家长沟通，孩子如果碰上心理问题就会越陷越深，走出抑郁症之类的极端。但是我在美国的时候，当我学习压力特别大，我这个精神极度紧张的时候，特别这什么的时候，我一个微信跟我妈一说，我妈那边能给我疏导一下，对吧？所以说它是一个很便于家长去掌控孩子心态变化，帮助孩子这个 mental health 啊，帮跟孩子建立一个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bridge 的这么一个有效的桥梁哈。还有一些教育资源应用，这个刚才我已经提到过，在此就不多赘述，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些观点。好，那么通过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道题主要是从这个对象，然后对比，然后这个不同的原因导致的不同结果上来去考虑的。那么这个思维方法其实在我们第一题的时候已经想过了。那么这几道题呢，其实说难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有的同学可能你真的卡壳，你不知道从哪儿想就想不到了，但是如果你知道从哪儿想，你就这个就开闸放洪水一样，这个思路就是源源不断的。我希望的话，因为我自己本人我也不能说我所的想法是最好最恰切，但我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就是抛砖引玉吧， inspiration, 希望大家能够从此能够得到一些好的这个 inspiration。